比这个是龙狮种吧？哎呀，那翡翠味的这个不伦不伦的。这哪里是翡翠啊，兄弟？这个会发光嘞。它这个不是翡翠，一看一眼就不是翡翠，这是 BRC。这个旁边还有绿光嘞。这是处理的，不是翡翠吧？不是翡翠，这绝对不是翡翠。也是你好好干，等一下我，你好好干嘛？这才叫翡翠。言归正传，不看它的货了，它那个99.9999%，肯定是一个 BRC 货。一元假吗？一元假币，我做了十几年的翡翠，我不相信那个是真的，我就跟你这样讲，这个才叫翡翠嘛。这个有耳钉，有戒指，还有套链。翡翠的话是有灵性的，刚刚那个的话就看起来光感很好，但是哪里有这样的灵性？你看一下，像这种戴面上都是那种不灵不灵，颜色超级好看的，种水很好，很干净。这种项链是很少遇到的，以前2018年的时候、19年的时候，这种套链超多，但是现在的话，在整个市场里面，这种套链是很少遇见的。三个盘子里面只出现了两对，然后像这一对的话，它的种水还很干，颗粒虽然大，但它的种不好啊，这就是大颗粒的干干的，然后像这样的话才有种水。这个粒粒表多少？绝对卖价28万。28万的卖价吗？4万5有没有机会？20以下不有机会啊？20以下不有机会？20以下没机会。对，四万帮我还能问一下这条吗？这条的话2468012414颗蛋面，但是没有一颗有毛病，特别的漂亮。我的天哪，太美了！这种，看见这种绿货啊，我都是两眼发光的，很辣很辣，颜色很绿很绿。镶出来再配一条黑色的裙子，无论什么款式都能百搭，颜色超级无敌美，色很辣，不卖吗？要20下不贵。35，问一下 ，Hello。8万5给够了都不卖了。Hello， 问一下。不要不要了，不要了的。现金呢？现在不要了的，就85给够了，现在。刚刚一个人85给够了，我不卖了。4万6000就矮钉都买不到，你说的价呀？戒指小了，戒指拿过去只能给看的。这样大大的话都30、35、25以下好，50以下不贵啊。问一下嘛，好不好？36。问一下好了，问一下。这里还那么多，你看看白冰的，白冰的它这条也好看，就是价格谈不拢。你看看像这些。全都是这种冰波打底的，起胶起胶的，种水超辣超干净的。但是我现在就想挑绿的，这种套链真的超好看。你缅甸大老板呢？问一下。没有，问不了的。问的话我问你，就问不了的。你盖价那么对了，什么问嘛姐？期货多多来嘞，多多开张。你不是明天要回去了吗？急着卖呀。我没事，就回去的。我这里有个啊，我弟弟有。弟弟有啊？哦。我弟弟在的，我弟弟那边放这里，我可以说，所以回家了可以。没事嘛，你给了那么对了，谢谢啊。你可以问一下啦，不用问嘛，就打电话问一下，没那么多预算，真的是要打电话问一下。不是这种几万的货的话，不是三言两语就把它谈成的，需要一点时间。问一下，不用问看一下，谢谢，不用问，好不好？就这样了，没事。哎呀，你都不帮我问，那怎么谈了，对不对？就看。我不谈那个，我谈这个好看。不是你好看的就你给了的那么低了，不用再拉价了，不用再拉。好了，帮我问一下，20下不贵的东西。帮我哈了问一下。不是哈了哈了东西啊，哈了哈了东西，我哈了哈了，就不是哈了哈了东西啊。真的，20下不贵的东西。问一下。85给够了，我不用问。他说20下哈了哈了，你那么低的给什么问嘛姐？高了拿回去卖不掉，就跟你讲。哎呀，没事。老板看不到价钱，懂了吗？细水长流，赚一丢丢，卖了，卖了，薄利多销，再买，再卖。这个了那么好，对不对？波浪波浪的，你看东西那么好看。这怎么了？我老婆我打架了呀。这里不能弄到，弄到这里就不行了，知道吗？不能弄到这里，懂了吗，阿弟？你这样太傻了。对呀。你看一下，不伦不伦，你自己看，那么好看，不伦不伦的，弄到这里就没命了。呀，没事啊，再深一点就没命了。你看一下，不伦不伦的，什么都没有问题。我就谈这两颗，行的话帮你开张了，就这一对，这一套，我给了46000，你帮我问一下，加你800的小费，没事，好不好？你问的加800的小费，你问一下。Hello， 这套也好看呀，种水也好漂亮，我的天。Hello。滋滋冒油的呀，布灵布灵的，超好看。打电话问一下，这边的话这是墨翠，这个是白冰的，全都是那种玻璃种的，种水非常好。然后像这边的话都是一些绿的，你看它这边有大，这套大的，这套大的也好看。耳钉加戒指，颜色很辣的。
把那个卖给我了，我就给你全部都开上来，阿弟，行吗？你隔了好弄回去再讲了，等一下我再回去拿一万，回去我再拿点，我算一下，46000吧，还差16000吧 ，OK。我再问嘛，我再问嘛。你打电话再给他谈一下，绝对可以的啦，相信我啦，好不好？这套耳钉、戒指、项链下来了，姐姐们，这套的话一共花了40000多。品质质量是非常在线的，它这一套的话颜色超级超级了，而且每一颗的话都是起的那种种水，起的荧光感超漂亮，不灵不灵的，一个算下才2000多呀，正色正料，而且那么好的品质，喜欢的宝宝评论区里面告诉给认识，问一下给我一个袋子，绝对可以的了，回去我再给你补16000吧 ，OK。